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《英雄传说：闪之轨迹》，这是我们第四次开始直播了，然后没直播什么东西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在校园里面走一走嘛，要解一些任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好像还有一些技能可以用，那个叫做什么技能？这个有没有看到？一个人的头旁边有一个惊叹号，表示我可以跟他发生羁绊，友情羁绊哦。选我们喜欢的人去跟他发生友情羁绊吧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学生宿舍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学生宿舍？学生宿舍能直接到达二楼吗？我很想直接到达二楼，哎，可以吗？学生宿舍能直接到达二楼吗？好像有难度哦。好了，我们先到这里啊。我们去学生宿舍，我们去发生友情羁绊吧。啊，羁绊我来了，友情羁绊我来了。不要太想我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友情羁绊，你在床，不是你在房间里吗？讲床怪怪的。你在房间里吗？啊，我来跟你发生友情羁绊了。哎，哦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哦，跟你 talk。艾瑞特，呼，怎么样？艾瑞特看起来好像很忙呢，他忙着叹气啊，很忙哎。嗯，家里的行李好像寄到了两大箱，有没有？说到这，行李可重了，光是想办法搬到房间里，就让我用尽力气了。你有什么东西这么多啊？哈哈，那还真是场灾难呢。总之里面也好像有些吃的东西，所以得在今天之内整理好才行。哦，难得有机会，不如帮帮艾瑞特吧。再帮帮艾瑞特一起度过一段时间。哎呦，感觉有淡淡的抚慰啊，激情满满。艾瑞特不嫌弃的话，我帮你整理吧。其实李恩，你是不是很饿？你听到箱子里面可能有东西吃，你就想帮他忙整理。如果没东西吃，你就不想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饿了？有没有吃晚餐？咦，可以吗？哈哈哈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哎呦，整理了，去整理了。李亨和艾瑞特一起整理家里寄来的包裹。哎呦，打开箱子了，结果神秘的东西跑出来，没有。哦，终于整理大约一半了，一个月份的食物，还有大量的衣服和日用品。呵呵，没想到这么多东西。我也是，抱歉了，李恩。真是的，姐姐实在保护过度了。哟，你有姐姐，你姐姐不会就是小英吧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的姐姐就叫小英，从以前就是一个离不开弟弟的人啊，所以我叫做小梁。虽然我很感谢她寄东西给我，但有点保护过度了吧？呵呵，没那种事。这表示她如此的在意艾瑞特，真是令人羡慕呢。我地控啊，姐姐是地控，地控什么？控地瓜哦，地控。呵呵呵，是这样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又什么了？神奇的东西！艾瑞特从底箱的深处拿出一份古老的乐谱，传说中的有没有？哦，传说中的乐谱，这是乐谱吗？似乎用了很久。嗯，这是我在老家练习过的。那个，我从以前就以音乐为界为目标，那你现在怎么会来参加军事学校？哦，是这样啊，所以会说加入管乐社不单纯是兴趣吧？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啊，但没有认真看待到那个程度，结果还是选了军官学校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啊。总之可以的话，下次让我听听这首曲子吧。呵呵，有机会的话，整理完了，友情羁绊。友情羁绊结束了，
乐谱，你跟我讲是乐谱，你的国文好不好啊？你的国文行不行啊？在那个时候，两个人同心协力，总算想办法把家里的包裹整理完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整理完了哦，加深了艾瑞特的羁绊。叮叮叮，我跟他增加羁绊了。哎呦，他在这边看书嘞，那我不理你咯。我们还是要去办正事啊，正事，我们先去寄宿洞好了，寄宿洞，归，寄宿洞。噔噔，哎，有一个胖胖的人哎，小肥仔。噔噔噔，嗨，你来的好。哎呦，你是那个时候在托娃学生会长旁边的肥仔啊？不是啊，不要随便就叫人家肥仔好不好？我不要随便就叫人家肥仔，那个大肚男。好啦，他叫乔治啊，我们就叫他的名字乔治啊 ，George and Mary。上次入学典礼见过面吧？啊，见过，幸会。哟，乔治诺姆，乔治诺姆。噔噔噔噔，我是二年三班的乔治诺姆，目前担任寄宿舍社长。看起来就一副吃很多的样子啊。你是七班的林恩同学对吧？啊，再请你多多指教咯。是的，也请社长多多指教。我马上就从托娃那里听到你决定去学生会帮忙工作了。虽然才刚入学，可能会有什么许多不清楚的，不过还要多努力哦。好的，谢谢。话说回来，这里就是寄宿洞，好像是有各式各样的那一类器材和设备，没错。是的，这里可以说是学员里的导力器工坊，有点历史了，代代由寄宿舍传承。负责各种导力器的维修与调整，这是什么工坊啊？好像炼金术师哦，那个工坊都在修导力器的。哦，那可真厉害了呢。那么这次的委托中的修理品也是，正是寄宿舍活动的一环。为什么都要我来念啊？刚刚他那些语音旁边那些语音的名字都写假的，是不是？都是我在念。不行，我不能抱怨。RPG 也不可能每一个都有全语音嘛，对不对？有主要剧情有语音，我就应该很高兴了。其实我原本想自己配送的，但这个月工作实在太繁忙了，不好意思，能请你帮忙吗？反正我就是跑腿的嘛，你就吃定我会帮你送嘛。是的，那是当然的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具体内容吗？那我就说明给你听咯。内容就跟事先说的一样，你要把配送修理好的导力器产品共有三件，想麻烦你。第一件对象是烹饪社的货物，烹饪社货物是导力计量器，尼可拉斯凯吉嘛，对不对？社长应该在主校舍二楼的家政教室，直接拿给他。导力器交给家政教室里的尼克拉斯社长就可以了，我明白了。另外两件都是在托利斯塔的街上哦。哦，托利斯塔承接的修理工作并不是仅限于学员内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传开的，现在有许多人都过来找我帮忙。你的技术有这么好哦？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，所以我想尽可能帮忙处理。就是人太好了没，都窝在这边。你是不是边修理边吃东西？原来如此，所以才会变得这么忙是吧？忙着吃东西吗？不是，不要诋毁人家啦，他真的很忙好不好？还好啦。那么第二件就是送得什么当铺密修特。货物是古董导力灯，
顺便一提，当铺的位置是在中央商店街的东南方角落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我连第一件事记得谁哦？尼可拉斯，尼可拉斯的那个烹饪社社长嘛。第二个是当铺，中央街道东南方角落。古董倒立灯要送去当铺密修特啊，好，可以了。那么最后一件记不住了啦。配送的对象是广播局，托利斯塔广播的广播麦克先生。货物则是倒立手表。顺便一提，托利斯塔广播是位于中央商店街西南边，请柜台人叫麦克先生出来收件就可以了。最后的是将导力器送给托利斯广播局的麦克先生，叫柜台人找了就对了。对了对了，说明到此结束。好，我把实际货物给你吧。导力计量器、古董导力灯、导力手表，都要导力两个字，是不是？都要冠上导力两个字才显得高级，有没有？我确实收到了，货物不少。可能挺辛苦的，麻烦你了。还有，配送全部结束之后，保险起见记得来报告医生。我知道了，我立刻就出发。开始导力器配送萎缩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导力器配送萎缩。先在学员内的学员校舍、主校舍一楼、二楼，我要去主校舍一楼。主校舍一楼有一个烹饪教室，主校舍二楼才有烹饪教室。我要去主校舍二楼，然后去找到烹饪教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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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它这个导力驱动的感觉有点像我们的电池，我们都是用电池驱动的，它这边都改成导力驱动，有没有？这一间是什么？一年二班的教室，不是，我不知道这一间，我要去导力室。导力这一间吗？不是，这是五班呢，所以这是七班，在另外一边，在另外一边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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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喂，没记错是这一间。喂，我来了，烹饪教室。果然是你，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胖胖的金发女也加入了，加入烹饪社了，跟尼可拉斯讲话。你好，你是想不到烹饪社的人？不是，我是要等你东西的，有你的货物。不是这样，我是接受居住社委托来这边送货的，可不可以马上把请你松下？收下来了。这不是我拜托乔治制作的导力器吗？谢谢你。他还是一样动作很快呢，真是帮了大忙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还有这样的器具啊？类比是不太一样，可以精细地什么显示出食物的正确重量。食物要这么正确的重量做什么？也能减去容量的重量，非常方便哦。可以做到这种事啊？难不成你对料理有兴趣？没有了就说没有兴趣。没有，有一直要逼我进入。与其说有兴趣，不如说接下来自己煮饭，不自己煮饭不行哦，所以才会有点在意啊。这样子啊，的确这间学院自吹的人很多呢。虽然说学生餐厅也挺便宜的，但是并不是说不用花米啦，花米啦，我以为他要吃爆米花之类的，花米啦，鸡米花是不是？米啦是一个钱的单位啦。顺便提一下，你已经自己煮过饭了吗？不，关于那个，虽然想开始做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话真的很多呢，他一直很想收人，他可能是不想单独跟这个女的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你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啊？那么首先不论怎么好，先尝试做看看。这样呢，说上话也算是某种因缘，就把这个给你吧，还要给我东西嘞，料理手册，还有非常简单的料理食谱，也顺便送你食材，请务必做做看。送我简单的蛋包饭食谱，获得三个新鲜鸡蛋，获得三个粗碎盐，谢谢你，他都有东西嘞，很好。这是好像是非常方便的手册呢，但是我收下真的没关系吗？
收到我口中的东西不可能再拿出来了哦，好不好？